盘点十个宇宙人假扮的奥特曼，你觉得谁模仿的最像？满分100分，你会给怪兽的模仿术打多少分？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将假奥特曼变回原形吧。埋葬心底成悲伤，你的脚就像割我肉的刀，你的假成装我还在假装，玫瑰花也丢了它的芬芳，三杯酒端在我颤抖的双手，悄悄地假装潇洒的走，没有了以后我该怎么做，站在终点的高峰回到伴我逍遥去走一走。